瞧瞧，瞧瞧呗。写一个，写一个，写一个，写一个。跳舞成不成啊？哎呀，不行，展示展示，看一眼。别管，咱们回去吧，我情愿饿死，我也不想受这份委屈。咱们凭本事赚钱不丢人，继续摸。什么事吗？这害羞，上什么大学？就是，你可说呢。元日快到了。桃符，这桃符是什么呀？小娘子，你给我写写看，这桃字怎么写？这福字又怎么写？谁能买什么桃符啊？趁早滚远点！哎呦，这嘴还挺厉害。你何必听呢？我说，再写个让大伙瞧瞧呗。是啊，让我们瞧瞧，瞧瞧呗。写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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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写一个。接过，接过，接过，接过。哎，这哪儿来的这？论笔微博，望娘子不弃。郎君想要什么字？任凭娘子做主。玄鱼何处？玄鱼在下书房门口。这行不行？能写出啥啥呀？哎，别说，写的还挺好啊。啊，还行。好句，好字，气象何等壮阔，落笔更有二王之风。郎君过奖了。得蒙娘子不吝，下次莫忘，在下仰山侵犯，三生不幸。拿钱买的，哎，凑个热闹，看看小娘子就得了。花家那么晦气，我可不想贴在家里。你敢？不过呀，他要是肯做我的外室，那我还可以考虑考虑。说的也是啊，得，我也不要。跟花家扯上关系，那能是桃符？那是瘟神。哎，走。喂，我。怎么着啊？